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说呢？你以为我真的中了这只杯中的迷药？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，为什么每次喝了你给我端来的茶，我就会立刻感到困倦，而且有时竟能睡上一个对时。起初我并没有怀疑这茶中有鬼，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让我发现了你的秘密。放进茶碗。是。多放一些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你委身于我前进侯府，定有所图。为了查清你真正的目的和身份，我对此事一直隐忍不言，只是暗中观察。我发现你对这座后堂很感兴趣，没事儿你就会在这儿转上一转。于是，我故意让你发现后堂中的暗门，你果然中计，屡屡潜入。然而你的行踪则早已被暗中蛰伏的张毅看在了眼里。今日你落在本侯的手中，我劝你实话实说，还能够落个全尸，否则我定会让你尝尽诸般酷刑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哼，自从我进入这侯府之内，早已是生不如死，怨只怨我自己疏忽大意，未加提防，这才中了你这奸贼的诡计。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，要杀要剐，随你的便。没那么便宜，你在找什么？这一点你心里最清楚，那是一件能让你抄家灭门的东西。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你一定是黄国公逆党的余孽吧。哼，亏你还有脸提起黄国公，薛青林，你这个见利忘义、卖主求荣的恶贼，我真恨不得生食而肉。小云，你有种，既然你能够在我的茶碗之中下入迷药，为什么不干脆将我毒死呢？说句实话，每一个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后人，对你薛青林都是食肉寝皮之恨。可惜我小云无能，无法报家族大仇。姓薛的，你想一想，我会让你就这样容易的死掉吗？果然是李氏的余孽。那个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的刺客是你的同伙吧？哼，什么刺客？你这臭娘们儿，死到临头还在这装腔作势，快说刺客是谁，现在哪里，不说我打死你。哎呦，走，罢了罢了，将他暂押暗室之中。走走，快走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这个臭女人。老五啊，我敢肯定，那个杀害四弟和六弟的凶手定是他的同谋。大哥，您先不要着急，小云也落入咱们的构中，难道还怕刺客跑了？嗯，小弟要好好思忖一番，定下一个万全之策，我一定要将那个杀害四哥和六弟的凶手生擒活拿。嗯，要哥哥做什么啊？大哥，您先回去休息吧，如果需要，小弟会请您前来商议，好吗？嗯，好。送大老爷回房安歇。是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